近日，一位穿着白色背心、踩着芭蕾舞鞋的女大学生在宿舍45度劈腿照片在网上迅速走红，引起广泛关注。除了造成热烈讨论外，还吸引了其他地方美女争相模仿，挑战一字马。一字马俗称劈叉，虽然是舞蹈和武术中常见的动作，但是一般人很难忍受开心前的痛苦。网上除了45度劈腿外，还呈现出高难度悬空、一字形劈腿绝招，甚至融入了吃饭和打电话、玩电脑等高难度动作。这些具有惊人柔韧度的动作让网友惊叹，会一字马的妹纸伤不起呀。然而各种搞笑也随即出现，有网友戏称男生也可以模仿一字马，就连可爱的动物们也练起了大劈叉，呈现出优雅的一字马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有娱乐播报，给你报道。